就是妈妈就在问你怎么你确定你是台大的吗？就是以上发言不代表本台立场啊，是杨千妹说奶哥说的啊。但笨不笨不知道，2016年时与老公交往19天就闪婚是真的很猛，天雷勾动地火之程度可说是传奇。但没想到现在怎么分析呢？本刊进一步直击杨千霈已从桃园南坎搬回北市万华区的娘家。本刊巡线直击杨千霈，果然不仅自己一打二，杨爸爸也现身帮忙。10月4日的中午左右，杨千霈爸爸到万华附近的国小接大女儿放学，大女儿左腿骨折，只能坐在轮椅上。由此可知，杨千霈大女儿学区在万华，而小女儿所读的幼儿园也在那，身边却没有老公洪家杰相伴。哎，这个种种线索，就是分居的意思啦。啊，怎么这样啊？就婚前后差很多。但后来我很谢谢他，因为他就训练我变得超独立自主。我现在变成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，我长翅膀，我要去哪边我都自己去。那要他们干嘛？几个月前，本刊已掌握杨千霈与洪家杰怪怪的，但周遭人无正面回应，直到最近才松口，夫妻已经婚变分居。消息人士更透露，杨千霈与洪家杰浪漫闪电结婚，但相爱容易相处难，彼此发现价值观有所出入外，小孩长大后更有教养摩擦。洪先生再不出现，我们都快被以为是单亲家庭了。由于他先由东京被网友怀疑身边没有老公，还有读者向本刊爆马仔有看到杨千霈只身在法国游玩超久，休假时光带着家人充电，就是他所认为最幸福又美好的时光了。不过现在看来呀，分居而已，还可以加油加油啦。我觉得真的是遇到真爱啦，就是我以前感情生活或是交友圈，我都会想要以我自己为中心。回顾两人，老公在3月10号的植树节向杨千霈提交往，今天种下爱苗，我们要长大成树，开花结果。结果嘞？结果嘞？结果嘞？而两人闪婚日也有数字游戏哦。闪一辈子，掌声鼓励。还有，我三的唯一。这嘴甜程度，老公口水可以泡蜂蜜柠檬了吧？我好像甜到卡痰那种感觉。他在那边装傻说：“你要帮我介绍，他根本才是源源不绝的男人。”翻开情史，果然曾与豪门公子霍喜人、混血男模纪雅文、餐厅二楼老板黄宝士爆出恋情，尤其是这个倒数第二个男朋友，那个与杨千霈扶胸热吻让恋情曝光的黄宝士，有报道引用民众 C 小姐的说法表示，男方有正宫，正宫一位还有小三，杨千霈则小四参战。该名女子更称杨千霈企图篡位，先是逼迫原本正宫女友辞职退出战局，再威胁黄宝士娶她。对此，黄宝士本人强烈反驳，杨千霈更透过经纪人强硬表态，不予回应。哎，再乱说要提告了啊！我又没有做什么事情，还要这样被叫。失去的国王就别再回头望。现在的杨千霈，好妈妈与幸福人际形象标签贴满满。可实际情况啊，这个八卦局里讨论的似乎不是说没有端倪呢。也许婚姻里头还有满满说不出的委屈啊。